你们好吗？我回家了。哇！我回家了。回家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。你们想听我说一下家乡话是吧？我现在的心情只有那么巴适。看到你们在这儿太高兴了。有很多的时间啊，我们慢慢慢慢的把你们的热情拿出来好不好？反正明天也要上班了，就不要保留了。 OK， 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好。